我本将心照明月，奈何明月照沟渠。这两句诗就是此时此刻克莱·汤普森内心的真实写照。这位金州勇士的四冠功勋，他遭到了球队管理层的白眼，连一份体面的续约合同都拿不到。管理层掰了半个馒头，冲着克雷喊道：“接来时。”这就是金州勇士对待球队季后赛队史第一人的态度。汤普森将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金州勇士，至今他都是球队季后赛出场榜第一人，打了整整158场季后赛，比猎物吊王体系民主史蒂芬多打了11场季后赛。出场时间汤普森也是队史第一人，打了整整5829分钟，比猎物吊王多打了338分钟。这就是汤普森在金州勇士的队史地位。想一想湖人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冠军功勋的，老大跟腱断裂，当场奉上顶薪续约。而如今在这样一个顶薪6000多万的时代，勇士连3000万都不想给克莱，没有利用价值了就一脚踢开。哥哥沉默不语，铁牛阴阳怪气，只留下小李广落寞的背影。汤普森真的很糟糕吗？但就作为一个射手而言，他的表现绝对是优秀的。赛季场均 17.9 分，一场扔进去 3.5 个三分球，命中率高达 38.7%。球队让他打替补，他也没有二话，让干啥就干啥，任劳任怨。都说他附加赛打得不好，十投零中导致球队被淘汰，可是体系明珠又好到了哪里？身为一个控球后卫，全场2个助攻6个失误，防守能力低下，连对面的基恩·爱丽丝都防不住，又怎能把输球的锅全部扣到花荣的头上？可这就是汤普森的命运，他只能望着眼前的白绫叹上那么一句：落叶红花为枯草，只叹雄心最终老，苍天若有回头日，愿我今生苦痛少。